我们在这个中间呢，能够还是能够体会到啊，这个和这个建筑之间你那种联系哈，和历史的那种对话，还是得到很多乐趣。好，我的这个工作呢，就是尽我自己的力量，把一些建筑把它资料把它收集起来，啊，把它画出来，作为以后城市发展的一种参考。